Hello， 大家，今天呢，我要教你们做番茄炒鸡蛋，所以呢，开始煮饭之前，手肯定要先洗。首先做番茄炒鸡蛋的第一个要做的事情，就是要先把蛋打到一个碗里面。把蛋打到碗里面的时候，再一直搅拌搅拌下，可以加点盐啊、味精啊，你自己喜欢多少味道就加多少。千万别忘你的番茄哦，番茄可是很重要，没番茄就不能叫番茄炒鸡蛋了。现在呢，要把火开大，如果锅已经烧热的话，把油倒进去。后来呢，下一步呢，就是把你的蛋，刚才搅好的蛋，拿去倒到锅里。蛋煮好时候，你可以把你刚才切好的番茄拿去扔到锅里，再把你的蛋拿出来。现在把加点水到你锅里面，这样子才有把番茄的汁才能煮出来一点。后来呢，现在可以把你刚才放旁边的蛋再扔进去。现在呢，你可以再加点糖啊，加点酒啊，再加点味精啊、盐啊、香油啊，加点葱啊，这些都可以的。现在现在炒好时候，你可以拿个盘子，把你自己炒好的番茄炒蛋倒到盘子上。